前，才看得到。现世甚至在我们的国家当中喜气的一个象征。接下来我们也集结这么多大家的祝福，期许呢未来我们的国家能够风调雨顺，也能够国泰民安，更能够盛世太平。这首精彩的歌曲再次邀请凤鸣斋鼓乐团为大家来送上这首祝福满满的好歌《盛世太平》。
收任何钱，他们自己发自内心就是当台湾的冠军之一。那所以来参加我当哈，如果我们今天在路上啊，如果Thank you.
心情哈，天地无用，但是是有才，多谢表情，感情对方更加坚强，啊，咱和咱大家完成光彩，接下来中车由大进中来安坐，由着咱台国中的主持夫人，我们张雪娥女士，以及咱以及着咱的技术人员，做回来中车，桃园台国中咱的优大，啊，咱的优大，以及咱中国万岁进中安坐。
受上一些比较自然崇敬、比较我们敬天地的音乐。接下来在这个阶段为大家送上的两首歌曲叫做《精神防护》，我们也祝福大家能够日进斗金、日进建材，也能够呢财源广进、步步高升。邀请凤鸣斋为我们送上这九天。
安爷，安爷，弯弯，过来换到咱的蓝牙。